大家好，今天下午过来摘一点这个野山蒿，带了这个篮子过来摘，看能不能装满了。我这身后全是茶山，这里面全部长的那种山蒿的那种刺，这上面也是，这上面是高压线，所以说比较有嘈杂，有那个刺刺的声音。哇塞，这里好多好多，全是大颗的，看这个好多啊，哇塞，哇塞哇塞，你看这里，哇，太多了。好了，就摘到这么多，而且这上面还有很多啊，摘不到，这个全是刺，这个回家用来榨果汁吃还可以。